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。 你怎么来了？打电话也不接，我看看你是不是跟别人跑了。我赶论文呢，手机就调成静音了，后来没电了。没电不会充啊？没带充电宝，我着急，我论文资料丢了，所以我一慌我就忘了告诉你了。对不起，你别生气。 怎么了？嗯？没事，一晚上不理我抱一下还不行？那么想啊？没有。想吃什么呀？吃什么都行，你做的我都喜欢吃。那论文呢？马马虎虎算凑上了吧。 走，回家。 好香啊！可惜我有一段时间就要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哎，不过为了你在赛场上能一展英姿，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。 秦队长，嗯，你转过来。你穿着围裙做饭的样子真可爱，<笑>托您的福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中午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哦，没事。你看，你训练的视频被他们放到抖音上去了。 好多小姑娘给你点赞，你看，他说好帅啊，好英勇啊，哇，像一个英雄一样，都夸你呢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这么帅，不能做警察，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 问你个事儿，嗯，我有一朋友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体腺瘤，5厘米左右，医生建议要开颅，你怎么想？当然要开颅了。那要是他不想呢？有病就得治，这是想不想的问题吗？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啊，我一发小，你不认识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 你挂在我身上，我还怎么做饭呀？好吧，哎，你跟你那发小说，赶紧治疗，这不算什么大毛病，现在科技很发达的，啊？嗯，我不耽误你了。 苏文波，你来了。你欠我钱了吗？躲什么躲？我没有躲呀。晚上8点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地址我会发你的。我今天晚上，我不管你有事没事。总之今天晚上8点见。你不来的话，我会一直等。 顺波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肯定知道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其实你也喜欢我。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会拼了命的帮我捡相机？你不喜欢我，我靠在你肩上。 你也没把我推开。你不喜欢我的话，还给我煲粥。所以，舒文波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